嗨，大家好，我是孙梅。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上一节瑜伽课，所以素颜也完全没有压力，因为我们要动起来。给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古月瑜伽的主理人，也是我今天的教练月月老师。好，大家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好的。有人说瑜伽像体操，像跳舞，实际上它的本质是通过呼吸和体式去链接我们的内心，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带入瑜伽的态度，时刻充满觉察。我们有很多会员都是职场女性，她们做事很高效，工作起来呢恨不得都用跑的，但是你知道让自己慢下来也是一种学问。像你一定听说过我们是有第六感的，但是好像是玄学，我不太相信。对，就像手机信号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因为我们被生活所有的琐碎所裹挟，然后让我们的觉察力会越来越低。其实瑜伽是更多的让我们唤醒我们内在的这一部分更自信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学会慢下来。古月瑜伽为女性朋友打造工作和生活之外的第三空间，现在也推出了春季的特惠套餐，快来一起跟我打卡吧。